天，小女子年方28，保温杯、枸杞、运动一样不落，为啥会得荨麻疹？年轻就不得荨麻疹，养生就不得荨麻疹。管你是高富帅还是矮穷丑，男女老少都有可能是荨麻疹的菜。好端端的人咋就得荨麻疹了呢？谁让肥肥变得如此极端，这般敏感？上答案，深毒君先跟你梳理一下免疫系统的操作流程。细菌、病毒等坏淫进入人体，就会被免疫系统发现。免疫系统根据坏淫的特征，发布通缉令，号令全身免疫细胞捕杀之。有一个叫 B 细胞的牛叉特种兵，能根据坏淫特征研发专杀武器。专杀武器能定位追踪打击坏淫，医学上也叫它抗体。有一种叫 IgE 的抗体很特殊，这货不以杀坏淫为主业，却以启动肥肥为使命。本来安静的肥肥，一旦沾上 IgE 就能进入战备状态。如果此时再遇上花粉、螨虫啥的，肥肥就会往外释放信号弹，在信号弹的召集下，免疫细胞就会聚拢过来清理外来户。然而在荨麻疹患者体内的故事可就没这么和谐了哟。首先是特种兵 B 细胞疯掉，他们接到花粉闯入的通知后，就十倍百倍地释放 IgE， 数量严重超标的 IgE 自然就启动了更多的肥肥，更多的肥肥自然召集到了更多的免疫细胞，把一个小事瞬间升级成了一场战争，荨麻疹就这么来了。深毒君带你找真凶。荨麻疹患者体内有两个家伙有问题， B 细胞喜欢疯狂释放 IgE 这种抗体。证据显示，荨麻疹患者体内 IgE 的水平比普通人高。在高 IgE 水平的环境里，肥肥变得整天神经兮兮，动不动就释放信号弹，召集免疫细胞来打仗。而花粉啦、螨虫啦，就是引起这一个连锁反应的源头，我们也叫它过敏源。能引起荨麻疹的过敏源还有哪些呢？能引发荨麻疹的食物，鱼、虾等海鲜，柠檬、芒果、李子、杏子、草莓等水果，以及某些防腐剂或香料等。能引发荨麻疹的药物，青霉素、磺胺类药等抗菌药，免疫血清、疫苗等用于预防接种的生物制品等。另外，灰尘、尘螨及其排泄物、动物皮毛等也有可能引发荨麻疹。深毒君总结，发作过荨麻疹的亲，先搞清楚自己的过敏源究竟是谁，然后疯狂躲开就是了。佩服深毒君，原来我这一身的包竟是肥肥惹的祸。才不是，是 B 细胞的疯狂搞得肥肥敏感的。深毒君告诉你，能让肥肥激动的可不止 B 细胞哟，还有谁能让肥肥异常敏感？请看下集，深毒君比黑猫警长更帅哟，啾咪。